中国武术采取方。两姐妹永远都有疯狂的一面，无关乎爱，也无关乎孝敬。一路归根，永远总能找到途子，即便给所有人带来困扰麻烦。这里专有数字，你的来自中国山东的姐妹，先是姐姐找来一个法国人，后把妹妹也带去，两姐妹都与法国人结婚，走入了家庭。时过20年，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女儿们，三个混血女儿，几乎不会说中国话。当然，他们首先是法国人，然后有中国的血统。这不成，这一对姐妹，两个中国妈妈，一直努力就是向孩子们施一对中国身份的认同，直到把已经成年、亭亭玉立的女孩们与法国丈夫带回中国，其中一个已经抛弃，这是多么长的精神虐待与自我迷失！为何当初不找一个山东汉子、地道的中国人，要把自己的肉体交到洋人手里？没有忠诚就没有爱。在这两姐妹近乎无耻的笑声中，我看到的却是巫婆的影子。且不说温于中国如何待人有仇，好似监牢火坑，并不欢迎他们，也并非所有的愚人都具有无私的猛爱与奉献牺牲精神，可以预见他们最后只会鸡飞狗跳地离开。